首先，我个人仅代表 Canon 台湾佳能资讯，非常感谢所有 EOS 的用户热情参加这一次第三届 Canon 摄影马拉松的比赛。那在前两届里面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举办的这个摄影马拉松非常的成功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需要改进的地方。那这一次我们也参考了很多参赛者在前两年呢给我们一些建议，那我们做一些小小的变动跟一些调整。那这一次总共我们调整的这个参赛者报名方式是透过网络上的报名，然后所有的报名人数我们收集完了之后，有将近6000位的参赛者一起参与报名。但是在这一次呢，我们扩大参赛人数，在台北650名，高雄350名，总共1000名的参赛者可以参加这一次 Canon 摄影马拉松。那我想这一次透过我们今天邀请的几位摄影前辈，还有律师，还有其他媒体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一次的抽签这个整个的过程。那在今天晚上我们会正式公布所有参赛者的一个名单。再一次的感谢 Canon EOS 的用户对 Canon 所举办的活动以及 Canon 产品的热烈支持，我们会尽我们的力量把这一次摄影马拉松办好，谢谢各位。那我们先请徐律师为我们公布一下我们的报名人数。好，谢谢各位。那今年的报名人数从这个7月26号开放报名，一直到8月2号截止。在网络上报名跟传真的报名，台北有4244人，高雄有1466人，那总计是5710人报名。那经过核对之后呢，所有参赛者都没有这个，都不是台湾佳能还有 DC View 台湾电通的员工跟他的眷属。谢谢，谢谢徐律师。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苏总经理为我们先抽签决定，我们现在是从高雄场开始还是从台北场开始？我们从台北场先抽。那我们现在请苏长帮我们做台北场的抽签，一共要按20次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目前是第50位名单出来了，现在是100位。目前是150位，350位。我们现在第一份名单已经印出来了，我们现在请徐律师跟庄老师和 Candy Man 老师签名见证。400位，450位，500位。现在目前要抽出的是550位，550位，没错。谢谢律师。谢。那我们现在请我们苏总经理为我们抽出高雄场。高雄场一共有1466位报名，那我们预计抽出500位，前350位是正取，后150位是被取。麻烦苏总。请我们的律师跟我们的庄老师还有 Kitty Kitty 老师为我们做签名见证。所有的名单已经全部印出，那我们要请 DC 六律师为我们做程式封存的动作。稍不完成，因为我那个走廊，我怕那个光不是那么太。那我们现在请律师还有我们的庄老师跟 Kitty Kitty 老师为我们签名。谢谢各位来宾，你们今天的光临跟参加。那我们今天晚上6点，我们会将所有的参赛名单公布。
那在我们的脸书跟活动官网上面，各位有空的话可以上去看一下。那我们也会就是所有的参赛者也会在晚上6点以后接到通知，缴费通知。谢谢各位。谢谢。